疫情当前，同道一面，在我们见面之前，就千万要平安，一定要保重。疫情重创表演艺术界，绿光剧团结婚半桌音乐剧日前宣布取消多场演出，包括六月台中场及七月在高雄的演出，超过千万票房收入直接蒸发。就有观众支持雨天我们撑伞携手支持团队捐赠方案，将手上票券的退款转为捐款，帮助剧团在这波疫情中继续往前走。两个半小时的表演，其实前面有将近四个月的准备，有戏给为基本的整个精神跟体力，就整个精神跟时间是花在这个戏，所以这个戏一旦没有演的时候，其实他们的收入是一个问题，当然对剧团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嘛。所以前几天有人发动这个雨天撑伞的活动的时候，我觉得也还不错哦，就是说，特别是像结婚半桌这样半桌这个。他已经票已经卖出去了，但是现在没办法演，我们票必须要退出去。至少我们还有彼此的歌声陪伴。为此，绿光剧团秉持感恩之心，在疫情期间用自身专业发起线上陪伴计划，用歌曲向还在岗位上努力维持运作的医护人员及大家加油打气，共度疫情寒冬。听你讲，笑开，笑几暝。因为这个疫情，我觉得，需要有。我们有一些作品，去呈现这样的动机，然后这首歌写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也是要感谢有一群人，非常辛苦的，几乎是没有自己的，没日没夜的帮我们守着，我们才有机会建立这个自信，现在所有的观众，大家大概每天都面对着疫情的情况。情绪跟着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确诊数字一起高高低低，持续这样紧张焦虑的状况之下呢，绿光也希望能够透过表演艺术给予人们正面温暖的力量，如同绿光剧团的核心精神，那就是心中有爱就能看见绿光。剧团也从6月21号开始每天在线上播出《人间条件》一到六集，透过表演艺术给予人们正面温暖的力量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